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威严庄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阅兵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当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此次受阅的28种武器装备，全部由我国自行研制、自行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展现了中国国防力量的现代化建设成果。其中，中国战略导弹方队首次参加阅兵，便震惊世界。9台大型牵引车载着东风3号、东风4号、东风5号3型弹道导弹，通过天安门广场，彰显浩荡国威。这是我们的导弹部队，一枚枚岸舰导弹、前地导弹、地空导弹，多么壮观，多么雄伟！东风浩荡，雷霆万钧，3款压轴出场的东风家族战略导弹，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制造，分别为远程、中程及洲际弹道导弹。受阅导弹呈长圆柱形，弹顶为鲜红色，弹体涂装为乳白色，尾部中段涂有军绿色。导弹纵长达20-30米，围长有3米到5米。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全长32.6米，弹径3.35米，起飞重量183吨，采用2级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由发射井发射，最大射程12000公里，命中精度500米，可携带一枚威力为300至400万吨 TNT 当量的核弹头，是中国研制的第一代洲际战略导弹。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在8000公里以上，具备全球覆盖能力，一般会在战斗部装备核弹头，是3位一体核打击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远程、中程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飞行速度更快，射程更远，具备强大的突防能力，是核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撑。1965年3月，中国决定研制洲际导弹。钱学森主持制定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1965年到1972年研制中近程弹道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其中，洲际导弹被命名为东风5号，这就是中国军工史上赫赫有名的8年4弹规划。1971年9月，东风5号首次试验，在经历几次试验失败和不断改进后，1980年5月18日，东风5号在酒泉试验基地发射场拔地而起，直上云天，全程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在东风5之前呢，其实我们国家最远的导弹就是东4，它只是一种远程导弹。那么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我们核试验成功了，有了核武器，然后有了导弹。但是我们的导弹如果打得太近的话，其实它的威慑效果可能就会比较弱。所以我觉得东风5作为中国第一种洲际导弹，其实它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标志着中国真正拥有了洲际打击手段。那么这个呢，无论是对于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还是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洲际导弹，东风5号采用了大推力火箭发动机技术，在抵达一定高度后，通过调整发动机喷流的方向，可让导弹在高速飞行状态下调整飞行方向。除此之外，它还采用了计算机制导技术、新型突防技术等先进技术。
大国常见，威慑苍穹，东风五号洲际弹道导弹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达到了新的水平。自1984年国庆阅兵首次公开后，东风五号就一直担负着我国核威慑的重任。也是在1984年的国庆阅兵式上，还有35架名为歼七的空中战鹰呼啸而过，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为什么要讲到歼七呢？歼七它出现的时候，是我们当时人民空军速度最快、飞行高度最高的、争夺空中优势的作战飞机。歼七战斗机是我国生产的第一款单座单发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该机设计紧凑，气动外形良好，采用了三角翼布局、后掠尾翼、细长机身、机头进气的总体布局。机长15.59米，机高4.1米，翼展7.15米，机身下方配备航炮，机翼下可挂载对空导弹。该机最大飞行高度近20000米，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倍音速，具备突出的高空高速性能。在中国早期的战斗机序列中，歼五作为中国第一款国产喷气式战斗机，历史地位无可动摇。歼六将人民空军带入超音速时代，且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功勋卓著。而歼七受到的关注似乎相对较少。那么歼七战机呢？无论是这个机动性也好，声线也好，最大平飞速度也好，都要比歼六呢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实际上，歼七是人民空军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绝对主力。它体型小，重量轻，机动灵活，大量装备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主要用于国土防空和夺取前线战场制空权，也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对维护国防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空中争夺制空权的时候，一个是追击敌机的时候可以大大的缩短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迎敌作战的时候啊，由于它的速度快，就有一定的优势。再有呢，飞行高度也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18000米的高空。所以这个就是高度和速度是歼七的两个优势。自1966年第一架歼七首飞，歼七家族就不断衍生发展。在之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中国生产了2400余架歼七。除装备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外，还向多达30余个国家出口，成为当时中国最知名的军机出口品牌。如今，随着歼十、歼十六、歼二零等新型战斗机不断列装部队，曾经的空军王牌歼七陆续退役。他用自己的一生见证了中国战机的进步与发展。礼炮鸣放50响，向共和国走过的50个春秋致敬。199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阅兵式上，由我国自行研制的99式主战坦克首次公开露面，气势恢宏地驶过天安门广场。坦克它必须有3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就是机动性；第二，坦克要有装甲，很强的装甲；第三点呢，就是要强大的火力。当我们的99式坦克出现在阅兵场上的时候，它就符合这样一个特点：99式的坦克给我们陆军增添了新的这种作战的平台。
九九式主战坦克是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主战坦克。坦克是现代陆上作战的主要武器，有陆战之王的称号。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豹二、M1 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坦克引领着世界主战坦克的潮流。而在当时，中国坦克的整体性能仍处于第二代水平，火力、防护力、机动力、电子系统性能等方面与世界先进坦克存在很大差距。1989年12月，新型主战坦克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四大武器装备之一，全国百余家科研院所、工厂、高校投入到新型坦克的研制工作之中。经过近10年的研发，终于在1999年正式定型，投入生产。九九式主战坦克，炮管向前时全长11米，宽3.5米，高2.37米，战斗全重约58吨，成员3人，装有一门48倍口径升管的125毫米高膛压滑膛炮，直射距离达2300米。使用特种合金穿甲弹时，可在2000米外击穿960毫米的均质钢装甲。该坦克防护能力优越，炮塔正面采用了复合装甲，外部还能披挂附加装甲，爆炸反应装甲模块，抗穿甲弹和破甲弹的能力超过1000毫米。动力方面，九九式主战坦克采用了新一代1500马力中冷式涡轮增压柴油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5千米，最大行程可达450千米。同时采用了先进的扭杆技术，坦克的平均行驶速度可提高约12%，从停车状态加速到每小时42千米，仅需10秒。九九式主战坦克最独特的功能当属激光压制观瞄系统，它是我国第一种配备了激光主动对抗系统的主战坦克。当激光预警系统接收到敌方激光信号后，会自动标定信号来源，并在1秒钟内自动将激光发射器对准目标，干扰和破坏敌方的光电传感器。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隆重举行，18辆九九式改进型主战坦克以舰型编队，引领27个装备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国坦克工业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再次在世界面前展现雄姿。铁流滚滚，威武雄壮。该场阅兵中，05式2期突击车与05式2期步战车正式亮相，引起世界的关注。世界各国的现役2期装甲车水上行进速度一般在每小时10多千米，而05式2期装甲车利用车尾安装的喷水推进器，结合特殊的滑行板结构，水上行进速度高达每小时25千米，属于世界领先水平。05式的这种2期装甲车有很好的这种在陆地上的机动性、防护性以及作战能力，所以被称为我们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非常好的作战平台。当滑水板打开时，05式2期装甲车仿佛变成了一条船，而且它的前滑行板和水翼型尾滑行板可以动态调整角度，从而适应不同的航速。当车辆在水上达到一定速度时，滑水板会把车体抬高，减少车体浸在水中的体积，
从而达到减少阻力的效果。零五式两栖突击车与零五式两栖步战车作为中国零五式两栖装甲车组的主要成员，在功能上各有侧重。零五式两栖突击车的主要特点是火力强大，主炮采用105毫米线膛炮，能够发射威力强大的脱壳穿甲弹和多种榴弹，足以对抗轻型坦克、海岸防御攻势。而零五式两栖步战车主要用于战场输送兵力，装载能力较强。战车分为三个舱段，分别是动力驾驶舱、战斗舱、载援舱。它的双人炮塔上配备有30毫米机关炮，能对敌方轻型装甲车辆、直升机、人员进行有效打击。炮塔两侧还各外挂一枚红箭73A反坦克导弹，进一步提高反装甲能力。时至今日，零五式两栖装甲车已经实现了体系化、车族化，两栖突击车、步战车、抢修车、指挥车、救护车、补给车等多种型号，共同组成了两栖装甲车族，代表了人民军队强大的两栖作战能力。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陆军航空兵的70架直升机编成8个楔队，以恢宏庞大的阵势飞抵天安门上空，大机群密集编队，形势壮观，震撼人心。其中首次亮相阅兵的50型武装直升机尤其引人关注。50绰号霹雳火，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款专用武装直升机，它具备优异的机动性和作战性能，具备全天候突击能力，已成为中国陆军航空兵的主力机型。50是我们国家自行研发的一款比较先进的专用武装直升机，它的机体设计就跟普通的运输直升机是不一样的。同时呢，它带有短翼，短翼上可以挂载火箭弹、空对地导弹或者反坦克导弹以及其他的一些武器系统。当然武装直升机除了武器以外，它很重要一块，它要能探测到目标，因此它还配有比较先进的光电传感器。可以说50的研发成功，把我们国家直升机产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50全长14.15米，高约3.8米，旋翼直径13米，装备有 WZ9A 型涡轴发动机，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300千米。它采用国际流行的纵列式座舱布局，窄机身，后3点式防冲撞起落架，机身采用能吸收雷达波的复合材料，以降低被敌人发现的概率，同时也能达到减轻机身重量的目的。50的机头下方有一座23毫米机炮炮塔，可以在1分钟内发射数百发炮弹。机身侧面有2个短翼，共4个挂架，可发射反坦克导弹、空空导弹和空地导弹。该机型的主要任务是在树梢高度上作战，消灭敌方的坦克、指挥中心、防空雷达等高价值目标，它也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50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国产武装直升机的研制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有了它，人民陆军如虎添翼，航空突击能力与反装甲能力大大提高，为实现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转型增添了关键新型作战力量。
回望共和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数十年来成绩斐然。阅兵场上的每一件武器装备，都是中国军备力量以现代化、信息化为目标的奋斗结晶与历史见证。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人民军队将不断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